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思一站，我是 Coco。男人60岁以后啊，还会有夫妻生活吗？是为老不尊的一种体现吗？对这个问题呢，一直都是比较疑惑啊。因为在我看来呢，在这个年纪的人呢，身体各方面的一种机能啊，都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。那对生活和欲望的一个需求啊，肯定也是一样的。但是身边或者新闻上呢，还是不乏有老夫少妻这样的一种搭配。那他们是如何解决对方的一种生理需求呢？第一位呢，某小区的王大爷63岁了，单身独居。王大爷呢是这么回答的啊，这还需要问吗？当然是需要了。我老伴啊去世3年了，一个儿子呢在外地，我不想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呢一个人独居。但是一个人真的是很孤独的，电视一开就是一天，起码是有点声音的。这3年我一直在相亲，也和其中啊几个相亲的对象啊发生了关系。可能呢你们会认为我为老不尊不要脸，但我不是这样认为的。我们发生关系啊都是自愿的，不存在呢谁强迫谁。与其说是发生关系，不如说是相互取暖，因为都太孤单了。另一个人的一个温度啊，能够让人暂时忘了孤单，让我觉得啊自己还是活着的。第二位李大爷74岁，与老伴同居。李大爷说，没有人规定夫妻生活是年轻人的专利吧。我老伴今年65岁了，我们每个月呢都会有1到2次的一种夫妻生活。夫妻生活能让两个人更加的年轻，充满活力。我和老伴呢比同龄人看着年轻，而且呢喜欢接受新鲜的事物。老年人适当的一种过性生活呢会更加的健康。这可不是我随口说的，而是有科学的依据的。看看我和老伴就明白了，两个人的感情很好的，天天都是乐呵呵，心情好了，身体自然就不容易生病嘛。第三位呢，何大爷72岁，也是与老伴同居的。何大爷说，我觉得到了我这个年龄啊，性生活变得可有可无了，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呢，有是更好的，没有呢也不影响。身体不好了，夫妻生活也是不可能的了。我老伴身体不好，我们从10年前就已经分房睡了，原因呢是我打呼噜，然后影响了他的睡眠质量。从那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夫妻生活了。我偶尔也在想，但是我老伴老说我这么大的年龄了，还想这种事情，真的是很不害臊了。说的次数多了，我也就不提了。时间长了也就没有那种念想了。现在呢，就是再让我过夫妻生活的话，我估计自己也没有那个体力了，身体呢也是大不如从前，有心无力吧。觉得60岁以后的男人，一半以上的一个人都是还会有夫妻生活的一个能力和体力的。甚至有一些大爷呢，会比较注重呢日常的一种锻炼和技巧，让身体呢变得更加的强壮，比一些年轻人都是不在话下的。但也有呢不少的男性在60岁之后呢，就慢慢的失去了对这方面的欲望和追求。当然了，影响的因素是有很多的，但大多数呢还是因为身体的一个状况因素吧。适度的一个夫妻生活呢，对老年人是有利的，只要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频率呢不是过高，一般呢是不会对身体产生有害的。所以说60岁以上的男人呢，有夫妻生活啊，并不是为老不尊的一种体现的。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呢，就聊到这里。喜欢我们节目的，记得帮忙点击订阅、点赞、加收藏、转发。